谁可以直播转播一下？直播转播一下。时间。下面再数听不到。怎么莫名其妙就开始了？哇！这是要拍屁呀、啊！我拍到一堆雾啦！我以为是我镜头的问题，是天气的问题。绿色的，是你要照彩虹的颜色在拍。哎、欸，帮忙！哇！我希望你帮我照相机一下。我要调一下数据。不好意思，拍失败。帮我照相。我要调一下数据。等一下、哦，我看不到了。那我觉得烟是往里面进。我那个东西又出不来了啊！怎么会失火呀？等一下、哦，我把还没有烟就好了，好了，就是烟。靠，这比我去年更惨。去年至少还有拍到的鬼，全部都是烟，拍屁呀、啊！我已经把我的光圈缩得越来越小，而且做得最小。最近看到你的衣在哪里？今天很惨哎，怎么会这样？看起来好危险。变一个艺术。这是什么鬼啊？我在看灯光秀。有点抽象。在看烟，跟我才发现，对，现在看成各种颜色的烟，各种颜色的烟，不是烟火。没有，还有人没有做。是往下走。我看我每个都按一秒就好了。但是彩蛋角度拍起来就每个都只是雾两秒而已，不然根本就雾到什么都看不到。超冷的。不是啊，因为他雾的太夸张了，他雾的真的太夸张，不是我镜头的问题。超冷的，还下。穿好多件。大家都一样。看大家都一样，我有点怕也没有用。特别亮，对对对，都是你带晒的。这蓝色的，今天好多粉红色，剩两层了啦。你自己看，很像两层而已，我拍起来很像两层而已。怎么办？我拍起来很像两层呢。拍起来都是两层。我拍的是101吗？对啊，看不太到。我没有在哭，我觉得超好笑的。会修出来，这样好像失火都不见。而且你们听他那个烟火声音超级没有力的，感觉都发不上去了，跟第一次听。嗯，今天情况真的超差的耶。感觉都发不太上去了。有啊，你有变漂亮。那个也要搭公车。哦。那个要搭公车才能。哦。就是啊，今年要讲好话。今年设计烟火的人在哭。我在想是不是你？哎，拿我的手机。是吗？我也想要录一下。拍两分钟。因为现在是冬。就两层呢，我拍起来就很像两层呢。那我烟没有那么大，还是我的很漂亮。快照也足够漂亮。好。
360秒。你想动我吗？没的吗？不知道，我听人家讲。他等下会炸你。